是灾难逐渐呢现前，我们还没有呢警示觉悟，离警示觉悟呢好像很茫然很遥远。但是呢这种惊世灾难迫在眼前，人还是在那样的迷茫中，所以啊被人的无知而且计较人生无常，有没有看见无常呢？是无常啊。是否我们可以说啊，那离咱真远？不是，在我认为同一片地，咱拢赶快伫这个土地平顶嘛。它这样一烧呢，那污染呐、啊，不只是大地呢，亲像一个人的身躯已经呢被烫伤，一块块的烫伤一直烫开去，以外啊，还是呢在污染，这是很可怕。可是呢，大家好像感觉啊，遐个离咱真远，不对，我们应该呢要提高警戒，警示灾难，我们要知道，要好好的不断的想办法。现在呢我们知道的想环保，最近呢联合国在开会，这个恩廷他们还有僧伦，他呢也已经走进了那个地方，他所拿的那一只宝特瓶好像很亮眼，你们就拿的那一支笔啊、那是很亮眼的，大大机走过了几个海关都会有人呢感觉很好奇，他都会停下来跟他们互动，听音波、也感觉到说咱现在大家人敢那知影在，但是都不动，知道呢这样的气候，这样的环保，但是呢大国不动啊，小国呢就是垃圾不断的堆积堆积，这实在是笨手笨点，物价就大，地球真的看到整天呐、都是看见呐、地球的这样的被腐化硬化，那看到了人间是真多，所以呢每一天的时间总是很沉重很沉重啊，总是呢很期待我们瓷器人，我们不要以为我做真多啊，那秒钟呢自己的生命都抓不住我，还是呢不断带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秒的耗，这个消耗掉，这都是呢我们要对生命的价值，所以慈悲利他，我这一段时间一直要提起生命中人人本具有，科学家探讨生命，
现在已经科学家探讨生命，佛陀2000多年前已经呢，早就不只是身体上的小乾坤，这个在宇宙中的大乾坤，他都已经很清楚了。这种整个宇宙的星球啊等等，我们的身体呢，器官呐、啊，所以佛陀才会《无量义经》，挑木吹诺色时间，2000万年前，他就是呼吁人人化无用为大用，那咒也可以移植，可以报西火啦，会这心得当移植啊，五种六腑。可以呀、啊，相信呐、啊，都可以。只要那个地方已经不能用了，还有某个地方还可以用，拆剪。那我那去环保站弄工哦，跳这行来到这行，它都是可以这样的剪接跳动移植。人呢，这个医学科技也已经很发达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化无用为大用。何况呢，我们现在的生命大有利用，菩萨们人人所做都是慈悲利他，每一个个案。不也就是呢，都是经典吗？听到我们的社工走入了阿叶他这个个案，我们关心他，这一个没有人想要去理会他，我们呢就是把他生命呢很有价值的疼惜。我们大家都是在做接力使力，因为我们尽管人人心中有爱，也要有因缘，要不然的话，佛陀说人人本具有佛性，尽管人人都本具有佛性，人人呢都有这一份的慈悲爱心，但是呢，没有因，没有缘，没有群，那就不算众生。众生群中好修行，你要成菩萨，会进入。人群中，人群呢，因为有苦，所以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。我们现在每一个菩萨，不都是在走入人群中吗？人人不也都是呢？在利益众生嘛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我是点了感觉讲哦，哦，我好加载哦，好在哦，要不然我这样的年龄呢，我哪唔是哦做主者，也许呢，我嘛是哦孤单老人者，那也许呢也需要。被常照的一个啊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人人都是一样，生命平等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还有利用价值，我们这个大家庭呢，互相的关心，互相的照顾，我们要珍惜这样的大家庭。当我们呢，都
大有用处，我们要赶快人人和和互协，为一大群的需要我们付出的，需要我们长照，需要我们急难救助，需要我们跨国去关怀，好，因为有一个遮风避雨，这我们能做，只要大家积极一点，他们呢都早日得救了。